喜欢石井的话，就去追啊。每一个难题都有解决方案，包括发生在夏白城身上的奇怪现象。两年前，我为了找到答案，到了一个叫做怪奇力量研究社的地方，里面有一个叫做李梦露的女孩告诉我，这是一个关于不得真爱的诅咒，凡是有人向夏白城告白，夏白城就会受到高空坠毁的惩罚，而解除诅咒的唯一方法是爱的力量，也就是需要他向别人告白。为了破除诅咒，我想过以下方法：上策，花式表白打动芳心，结果失败；中策，吸引夏白城向我告白，结果失败；下策，让夏白城向别人告白，对方拒绝，诅咒解除，而我趁虚而入。现在这个机会来了，这个别人只能是石井。最坏的情况是夏白城告白成功，诅咒解除，我再去拆散他们和夏白城在一起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石井到底会不会喜欢夏白城呢？石井，如果有人喜欢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不会答应？你真的不会答应吗？没有计划。计划什么？谈恋爱。哎，那如果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大哥做作业了？你是从小就不能跟男人说话吗？啊，哎，你叫个爸爸吧。你这种病有没有想过治疗啊？哎，哎 ，Hello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？小白学长，果果说了，他不喜欢你给他起的新外号，听起来像只狗。阿花，我发明了一种能在我们俩之间产生交流的方法。这样，我问问题，你点头、摇头回答好吗？嗯。好了，我的问题问完了。哎，果果你来了。嘉欣学妹，嘿，你好，你好。新生即花，久仰大名了。谢谢学长。哎，学长，你不吃饭吗？对啊，小白学长，今天排队的人特别多，你要是再不去的话，估计连肉末都没有了。我一会儿再去。哎，学长，我室友说他有事来不了了。嗯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这份你吃吧。哦，不过不知道你能不能吃辣，我室友特别爱吃辣，所以这两个菜都很辣。我能吃辣呀。我平时最喜欢吃辣了，啊，特别喜欢吃辣。老吴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胡里山很反常？他已经连续两天没有抢我的饭吃了，很奇怪。走。
狐狸山，你听我说。你听我说。好好好，你说，别动手。你不是喜欢石井吗？嗯。嗯，那你就去找他告白吧。等了这么久了，大好时光都过去了。李善，虽然我很感动，你可以暂时放下跟石井学长的恩怨，但是告白什么的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哦，对了，我的锅包肉还没有吃。吃你个头啊！走。石井，我朋友有话跟你说，你认真听一下。十分钟后。不行，他有话跟你说，说完我们就走。夏白城，你搞什么？你是鸵鸟吗？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夏白城，你什么毛病？夏白城，夏白城，哎，石井，你别走啊！他有话跟你说，石井。大哥做作业，有本事我们单挑啊！你看呀，快跟石井说呀！不要啊！说，石井，他有话跟你说。没有啊！你能不能少吃点？怎么又变壮？少吃点果肉！快放我下来啊！上去！快，夏白城，随便说两句。不行啊，狐狸山，不行，我说不出来。我说不出口啊！我知道事情在哪儿，我们快去。狐狸山，放手！你胡闹够了没有啊？哪有女生可以在那些情境下告白的？嗯，没有听取客户需求，是我考虑不周。那你说吧，什么样的条件你才能满足呢？帮夏白城向石井告白？石井这么一台学习机器，根本不可能改变人生计划，大学里去谈恋爱。爱要大声说出口，不论结局如何，至少尽力了。开口就有50%的可能，不开口，完全没可能。帮自己从小到大的好哥们向自己的宿敌表白，这事未免也太奇怪了吧。老白，你还是不太了解我。我狐狸山是一个可以为朋友做出任何牺牲的人。老胡，没想到你可以为朋友做出这么大的牺牲，我挺你。可是夏白城要求告白的条件也太难实现了。午后温暖的光线，不远不近的距离，安静愉悦的氛围吧。按照夏白城的构想和石井的作息时间表，最快也是最合适的地点，明天下午3点素描课。首先，两人相互作画，有足够的时间和暧昧距离培养感情。而且，石井的座位在后排靠窗，相对安静。窗外刚好有一棵桂花树，阳光洒落，花香芬芳，非常浪漫。可是要让夏白城坐在石井对面，至少要引开3个人：沈老师、陈卓，还有那个跟他相互作画的贾征静。沈老师我自有安排，最要命的就是那个陈卓。小 case。陈卓，石井的室友兼贴身小弟，家中世代习武。15岁结识一生宿敌风中一枝梅，两人约定每年一战，从不失约。而陈卓之所以对石井一致宠爱，也是因为陈卓曾因赴战约
而险些错过了专业考试，而石井竟然奇迹般的帮他完成了作品。石井人性未泯帮助同学，这不可能。据说是因为陈卓摆在宿舍的半成品给了石井灵感，石井是按照陈卓的模型推演了自己的模型。这才是那个木头的办事风格。陈卓为了赴约连期末考试都能放弃，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引开他。那个贾征静呢？那个死宅啊，我在动漫社待过，懂行。明天你把这个给他就行。这不是你去年参加 cosplay 节的照片吗？难道你……我曾经说过，这辈子都不会再出卖自己的肉体。没想到，老白，好兄弟，以后我一定帮你的肉体卖个好价钱。锅包肉，锅包肉。你想想，画板前，石井跟你相对而坐，互绘素描。石井手拿画笔，深情地望着你的眼睛。午后的阳光洒落在你们两个人的身上，窗外鸟语花香，室内才子佳人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很心动？是不是很完美？下午3点美术课，还有不到3个小时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吃午饭。笨蛋，当然是去买美术工具了。我的锅包肉。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小矮子，快点，别磨蹭。快板你太高了，我拿不动。唱首歌不介意吧？你爱我还是他？是不是真的他要逼我？看什么看？声音共振，走了。行动。中一枝梅，大哥，看来我不能陪你上素描课了。大哥，你一个人上课可以吗？你去吧，陈军。对了，大哥，我叫陈卓，咱俩同期2年了，你能不能叫对一次？老师，你没事吧？血！哇，流血了！快送老师去医务室！对不起，快捂住！同学们，你们冷静，冷静，我没事。你们继续画啊！老师，咱们快去医务室吧。太敬业了！一会儿我把石井对面那个男生弄走，你就赶紧坐过去。报仇一辈子。老师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，太不容易了，这条命就交给您了。
怎么样？情书。情书？嗯。等你相聚。过去，快点！石井同学，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？嗯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看到你就浑身充满了创作的欲望。石井，可以把这位男同学借给我当模特吗？我给你介绍一位五官非常立体的女同学，就是她。一定要好好把握。可以请你不要乱动吗？解释啊，外公，你能跟我说话了？你听我说啊，我这可都是为了你的好闺蜜夏白城，你可千万别拆穿我，就这样。我也不会表白，你喜不喜没差别的，难道石井在你眼里就是这么注重外表的人吗？不行，除非我洗完头。难道你不知道头发是女人的第二生命吗？你确定你洗完头就能表白？是。石井，他想大便，我去帮他借点纸。啊！
头也洗了，气氛也到位了，赶紧告白。石井学长，同学，看你训练那么久，如果不舒服可以休息一下。完了完了，学长肯定是在想让我拉便便的样子，我的人设崩了。真是扶不上墙。哎，别生气了，石井那个木头就那样，从来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。来，上车，哥带你去吃一顿。不吃。要不是你，石井学长怎么会想到我拉便便的样子？别跟着我，跟着我臭一辈子。哼！下白城，夏白城学妹，我的素描肖像作业还没完成，可以耽误你点时间继续当我的模特吗？这家伙为什么能记住夏白城的名字呢？学长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谢谢。学长，我还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被画得这么好看。你画得也不错，只是下次再注意一下线条的层次。谢谢学长。李尚，我们走吧。给我画张跟他一样的。好吧。
划了。好，拿去。夏白城，不过是你爹。学长，哎，你看这些孩子，真的太调皮了。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我好饿。石井学长，我们相对而坐，相互作欢，好幸福。奇怪，为什么我能和白子玉那个贱男无障碍交流呢？石井这个木头为什么能记住夏白城的名字？夏白城还把我画得比石井丑这么多，我的处境很危险啊！趁石井还没喜欢上他，必须让他赶快告白，不能再拖了，我得亲自上。女生，你到女生宿舍门口来干嘛？嗯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把我推来推去的呀？喂，你干嘛？石井，夏白城喜欢。有时我们错觉，以为足够了解青春了，以为青春会有捷径，可鲜血淋漓的事实再一次无情地告诉了我们，上天的惩罚蒙着眼，我们永远不知道命运会在哪一个路口突然转。